我茅草坑呢，它底下是草原，东方向的呢，两根。我要突出地面那个都很尖，突出来在那里啊，在那里还可以炒菜的呢。啊，这个茅草坑洗干净可以煮汤的，凉性的哦，夏天在挖的呢。茅草根、白毛根，哦，看它长这个根那么嫩嫩的茎哦，可以，你看这样切断啊，像煮芦笋汤那样煮嘞，降火气的，凉性的哦。白毛根、茅草根，哦，那个草可以盖屋顶的，防晒防雨。草端有那个像白色绒毛的，所以叫白毛。